大家今天也非常热情，我们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确实很热，但是也感谢大家依旧那么的热情。对，那么刚才我们的师弟们就是给大家带来了他们的歌曲还有他们的舞蹈，所以也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他们的支持，要继续努力加油。今年呢我们也出了两首新歌，大家都听过没有啊？好，就是我的朋友和第一次告白嘛，就代表了我们内心最真实的心意。对，大家喜不喜欢啊？对，其实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今年我们演唱会的名字叫做告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因为我们从出道以来到现在已经六年了，那我多啰嗦一会儿啊，然后已经六年了，我们一直感受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每一个你们的支持，那 和告白，所以呢我们想出一张这样的专辑，然后有一场这样的演唱会，来我们向你们告白。对，继续。那我觉得我们三个说这么多了，那让大家来说一会儿好不好？大家没有麦要怎么说？准备好啊，跟我一起喊啊！3、2、1，王俊凯！再来一遍，3、2、1，千玺！最后一遍，3、2、1 ，TFBOYS！ 哎，大家真的很配合，配合你这个非常尴尬的 Q 下。其实我们在等武藤老师吧，大家也不啰嗦好了，让我们先去讲完最后一段话了。除了刚才有二哥提到告白，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 The Favor， 还有热情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想给大家一个新歌用热情的告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么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猜到了吧？都告了这么多白，大家还没猜到吗？好，那么下一首歌的盗墓就由大家来说吧。下一个是